Fender Mustang Micro 这个效果器，它其实蛮小一个的，然后携带又很方便，所以呢，比如说去表演的时候，在饭店里面需要录一个 demo， 不想要拿太大的效果器盘出来的话，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然后如果像在家练琴啊，其实也有一个耳机孔，戴上你的耳机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听里面的音色，也是非常的便利。而且它很方便的是，它就是接一个 Type C， 然后你是直接接 USB 孔的话 ，input 就可以选它，然后就会有声音。然后它有很多的选择，是上面有很多的 amp， 然后还有 EQ 可以调整，还有 effect， 还有 modify。像我刚刚有提到的，它有很多的 amp 选择，然后 effect 选择。那上面呢，说明书就写得很清楚。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 Twin， 还有 Deluxe， 它的声音就非常适合，就是用 Fender 的琴去弹出来，就甜甜的，还不错。然后破音的部分呢，可能就会用到 70S 的 British， 然后还有 90S 的 Americans。然后如果用重一点的话，可能会用到 Metal 2000。前面音乐那个 solo 的部分就是 Metal 2000，然后讲到刚刚那个 effect， 我这边的音乐用到的会有就是一般的 reverb， 还有 spring reverb， 然后有一些些的 delay， 它上面还有很多有 tremolo 啊，然后有 ring reverb 啊，然后还有 cross 这些音色可以让大家选择。